你的经历不少，但他们说你只是年轻人。你觉得现状不对劲，但他们说你被牵着鼻子走，没有真的见解。你发现解决问题的希望，但他们说你是空气票，意见要被扣掉6%。你看手机，离大选没剩几天，开始怀疑自己的影响力能多大。但回头一看，你的每次胜利，不都是放下怀疑，勇敢行动吗？